是一个日期的问题。我这个照说，我日期到了今天的应该结束，可是现在就是这个会议还没有一个结论，就我可能要思考一下下一步。六百个会员资格有打算什么时候审？现在就是我们本来准备今天审啊，今天不是我这里已经刚刚提到啊，我们这个第一个议程我念一下吧。我们今天讨论事项一啊，就是说这个案由，我念一下案由，本会新会员。入会申请提请审查说明有某某我名字这个各自案的问题啊，各自的问题，我叫某某女士等623人个人会员及中华圆梦文化促进会团体会员入会，各位要不要看看？